可怜的家伙，过了好久都没能浮出水面，估计是被河马咬死了。镜头一转，在岸边十多只野狗眼巴巴地看着猎物消失在水中，却谁都不敢上前一问。而刚刚宣泄情绪的河马则高兴地潜水。其实对羚羊来说，横竖都是一死，这样死去未免不是一种解脱。